我十八岁开始打胎，现在我七十二。六四年呢，收了社会青年，南郊工业桥，要收一批学徒。两个老师岁数大大了，退休了，那么收一批学徒来，来学习，来学习打胎，做模样，做家具了，多一点。大伯到刚刚一块胎，切出下面个钢板，这样子厚，这样子宽，到火里烧烧开来。那个当天一边厚当然薄一点，一边边薄一边边要厚厚一点，薄好包着嘛装。那个一个饼儿，那个饼嘛弄出来嘛，那么当好是嘛，把手上的梳好是装个饼，抹一下，就这样子过上。人家嘛工厂里打的不锈钢刀，人家不要的，要我打得到，我打得到是快，一般都得二十年，二十年好用。这行工作呢，当天呢都是苦的，小孩呢不高兴打，我养两个儿子也，他们也不高兴打，不高兴。老了，当天呢要一方面要锻炼锻炼，啊，跟他们像早上锻炼一样，我喜欢。